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667集。今天给大家分享了这个 Predacon Scorponok， 还有 Sandspear 萨克巨人，还有这个沙毛啊，毛是那个长毛的毛啊。不知道为什么呢？就反正它就是用大红红这个头这个系列来做一个包装。那这个玩具呢，本来呢在台湾的SS 102号的首卖会上面呢。当时大家很抢手啊，也很多人没有买到，但是今天两天之后的周末的话，货就补上了，所以这一款的话呢也没有那么稀有的了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应该已经可以用比较合理的价格去买到了。它是一个这个是反派的 Beast War 里头那个，应该是叫原始兽嘛，是吧？然后呢它的武器啊是这一把刀，这个刀的造型我自己去觉得有点喜欢的，有点链条式的感觉，但是它能动的只有前面这里。另外它还有一把这个它里面是叫做毛，是长毛的意思啊。那这个它可以拿下来的啊，轻松的拿下来之后呢，它可以变形成一只蝎子。这个怎么变蝎子呢？这难度很高啊，需要折三个步骤啊，这样子。OK，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蝎子的变形。好，那它上面有一些简单的一个涂装，细节的话给各位看一下，也是一个偏生物跟机械合体的感觉了啊。那么呢，这个玩具的话摆在桌上，它有一个可以脚可以完全腾空的一个设计。另外的这个本体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头部的话呢是一个，这个像是昆虫的复原呢，好像是吧。然后这里的一个造型两边还没有对称，那有一个类似于嘴巴，按上去啊其实不能打开的，但是它刻线做的还可以，手臂360度的转动，平举啊，然后二头肌是用球冠的这个地方啊直接代替了手肘跟二头肌，腰身不能转动，脚前后左右踢都是没有问题啊。下半身的关节还算紧实啊，最容易松的是这里啊。那背后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是官方的正常发挥了啊。那么蝎子的话 ，Scorponok 在电影里头第七集里头其实是有出现啊，就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有这个从那个宇宙大帝身上呢掉下来的一些碎片啊，然后掉到地上之后啊，就变形了成这个蝎子。那但是那个蝎子的话呢，应该是这个宇宙大帝的一个身上的一个零件或者是怎么样啊，可是这款玩具呢却是给他一个这个算是叫什么这个原始兽的一个标志啊，其实好像对不对，就是你应该是宇宙大帝那一派，就不应该是这个标志，或者是说呢他们是被宇宙大帝控制，然后跟金刚王是生存在同一个地区的坏人啊，也不知道，反正电影里头也没交代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他一个蝎子的形态，两个脚掌就放到这里，这个凸起来这两块是比较突兀一点。那手的话呢，按照造型来讲应该是要这样子的，但是它就有一个拳头落在这儿，我觉得不好看。而且呢，你这里开口在这儿，所以我会习惯把它转成这个角度啊，干脆这样子。它还有一个往内往外的一个幅度，可动的一个幅度，这是我个人习惯了啊。后肢的话呢，没有任何的可动啊，但是细节的涂装还算可以，它身上这个青苔的感觉，我觉得还算 OK 啊。那么呢，尤其是这一代啊，这个感觉还是做得可以啊，但是变形就是就很简单。那我个人是不讨厌简单变形的，这个放在桌上的气势呢还是有一定的气势。然后这是一个官方 Deluxe 等级的玩具，其实它比 Deluxe 等级的话呢还要大啊，比现在的 Deluxe 等级还要来得大。然后这个小蝎子的话呢大概也跟一个现在的核心级啊是差不多的一个大小啊。那么的话呢，就反正就是当29号还28号，反正他首卖会的那一天啊，这一款玩具是一下子都被抢光了啊。那本来觉得很稀有啊，我也跟着抢了一个。那现在的话呢，应该价格会稳定下来啊，各位就不用特别追高了啊。那喜不喜欢的话呢，就看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自己做一个决定。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